所以你人生中的三个男人就是三口猪叔叔、安茂叔还有我机长。我人生有30个人，怎么样？高兴了吧？搞不好300个人说不定。你到底有那么没行情啊？花大学的英国男朋友，然后三口猪叔叔，然后茂叔，然后没有，应该说你好其他的，没那么少吧？人生65年，你觉得你5个塞得了牙缝吗？所以故事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谢谢你的分享。我想要独身だったら、我結婚してた。如果我是单身的话，他就想跟我结婚。我的结婚酒马上敬一杯。你的故事可以拍《东京爱情故事》。哎，不要啦，被你们搞了吗？恶名昭彰。现在要变东京渣女。爱情 EQ， 女人心，男人眼，你还蛮爱看爱情的东西哟。奇怪，我不能看了。哎，人活到老，对不对？爱情也要谈到老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还是很滋润的嘛你。床前面还有一个电视，因为我们看的节目不太一样，所以一定要量电视。戒指啊，劳力士吗？你有劳力士？对呀、啊，自己赚钱买的。这真的假的？这当然真的。这是真翡翠吗？这个翡翠我就不知道，因为真珍珠吗？这真珍珠。那你家单价最高的东西是什么？就这只表，几十万吧。这是谁自己买的吧？我跟你讲，从来没有人送我东西。男人送的吧？男人把你滋养的。这个有风尘味，头发卷卷就有风尘味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说我有风尘味。但很多人说我有风尘味啊，米娅像那个变性的，不是我像，你也很像，好不好？羽毛的变性的，其实你就有点像美眉啊。那我是这样，两个都不像吧？从垃圾桶里面捡起。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来日本？就来这边念书啊，念书不留下来了吗？然后冬天回去啊。啊，所以是念书完才爱上，还是念书前就爱上？念书前还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那时候我不会讲日本话，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可是来了以后就发觉这边是别世界，完全不同。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争取到来日本读书的？那时候有一个那个什么情报局的人帮我办的。那时候不能随便出国的。那你是来读书就认识三口猪叔叔？没有，我是一边工作一边那个。所以你毕业就直接在日本工作了？对呀、啊。怎么那么优秀？我念书的时候我就一边工作啊。你那么爱跟人家试啊？观众对你很好奇。回去之后生在家里，然后再回来这样。后来我就没有什么回来的，我就回来一下子，然后后来就美眉这样子。就是他们给帽数之后，然后就再回来。对对对。啊，一回来就是30年了。对。那实际上是回来这趟才认识，还是读书的时候就认识？啊，回来的时候才认识。所以你人生中的三个男人就是三口猪叔叔、安茂叔还有我机长。我人生有30个人，怎么样？高兴了吧？搞不好300个人说不定。你到底有那么没行情啊？那你在哪里认识我机长？朋友介绍，以结婚为目的的那种介绍，还是饭局？朋友，他就爱上你了。对我很好。我想说，好吧，我已经年纪不小了。就赶快加一加，你的朋友做的很足。就等于帮干的。啊，多谢啦，狗狗。他说我的超有质感的。是自己说，我朋友都称赞我。你的品味很好。我品味，那你怎么爸爸差这么多？这个是太两极。那个时候爱上他是爱上哪里？是完全配合我啊！我喜欢东西，他也喜欢哦。谁知道都是装出来的。这个小气的水准这么低啊！我的妈呀！拔之前跟拔到之后是这样。他说你最后都带你吃那个饭，肚子饿吃点东西。他说哎呀，多巴多巴崩啊！我其实我也是可以吃，我只是觉得说每天会吃那个什么多巴崩。妈妈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照片当然有没有不能让你们看到？你年轻有拍过裸照吗？低笑哦，我这么保守的人哎、欸，我觉得像美眉吧？哎、欸，奇怪的，美眉看说我像你，然后你看说我像美眉，像长这样，中规中矩。真的，我们有一段戏，好嘉宾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外拍吗？现在拍一个这个。照片是我一个朋友哈，他是马来西亚人，他的男朋友是英国人，刚好跟我那个英国男朋友是好朋友。然后他是学那个摄影的，他叫我做那个 model， 然后给他拍照。那你再模仿一次这一个，拍好多、哦。你给那个变态，那个是外拍的色狼的吧？好，我要睡觉了啦。这是我以前一个清华大学的男朋友，他考上托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去美国去留学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一直要带我过去，就跟他讲说不行，你就走你的路吧，我走我的路吧。你就错失了一本绿卡，那、啊、你怎么不跟他去美国？那时候我已经在日本了，我后来有点后悔，不愿意跟他走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妈妈对我有成见，会有婆媳问题。对，那时候我不是跟我那个英国男朋友分手以后，我就说我要回台湾。嗯，那回台湾以后，我的签证就没有了。
后来他就想说，我可以跟你结婚，让你有身份，对你就可以再来这样子。可是我跟他是完全就是朋友哦，我知道他很喜欢我，嗯，可是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。你对他发好人卡，就像我跟他也这样子啊，他也是很喜欢我。后来我想想，哎，他也那么诚意，我说好啊，那我们就办结婚好了。嗯、然后回去了以后，以前没有手机啊，然后后来就失联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夫妻之名，没有夫妻之实、哦，对。那我们就分开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貌似男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老公来电吗？是耳机上啊。我就是那个叔叔啊。三口叔叔。对。那你现在在那边同时有很多个人呢、欸？哎呀，才感觉到哎。原来你约他出来是要展现你的行情好啊！我们叫你找姐妹淘。我已经65岁了，要请我吃饭的人还是有人的，只是我们都是一般的朋友的关系。华大学的英国男朋友，然后三口叔叔，然后茂树，然后没有，应该说好其他的没那么少吧？人生65年，你觉得你五个塞得了牙缝吗？所以故事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嗯、谢谢你的分享。独身だったら、我結婚してた。如果我是单身的话，他就想跟我结婚。或者结婚，马上敬一杯。你的故事可以拍《东京爱情故事》。哎，不要了，被你们搞了吗？恶名昭彰。现在要变东京渣女。本来是形象好，你是台湾第二婆婆，应该没差了啦。现在再加一个台湾渣女。